国军退辅会冈山荣民之家今天举办65周年嘉庆活动，包括退辅会及军方都派员到场参加庆贺。退辅会副主委吴志阳及冈山荣家最高龄的住民一同切蛋糕，祝福冈山荣民之家65岁生日快乐。一个期待就是，我希望我们荣家的团队能够继续秉承我们热情活泼的服务精神，继续来服务我们荣家团队。产品没有降低它，衣食住行劳力用，是我到荣家3个月以后我的体会。这14个字涵过了整个荣家的活动工作内容，所以我期许我们团队能够继续在既有基础上提升我们的服务的效能，提升我们的服务的品质。冈山荣家的65周年嘉庆也安排了盛大多元的庆祝活动，与这一群走过烽火连天岁月的荣民同乐。冈山荣家会秉持着热忱与贴心的服务，让这里的每一位住民都能有家的温暖与感动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夏伟记在高雄的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台。